吃了呢，就饿死了。很久没吃了。班姐，小马哭了。小马也哭了。你也想妈妈了，小马。其实我也想我妈。好好哭哦，这一集奇怪。团长也哭了。团长也哭。团长有盯住。这不要说你了。嗯，我们外面都哭成一团了。我们那个很爱看篮球赛的总监，他也在哭。好了，这个真的很感人，因为呢，棒棒糖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坚定，对。但是要互相那个，妈妈还是要继续呢，这个站在威廉背后，给他最大的支持，因为他将来要面对的挑战更多、更大、更困难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哈。威廉，妈妈大老远从台中替你来加油，要继续勇往直前哦，别被外界留言给打倒了。哇，再来第二位哦，毛弟。毛弟，好不好？当然是要送礼物给谁？哥哥。哥哥，来来来，哥哥，请出列到这边来。哥哥在还没有这个加入这六个团队之前跟之后的差别，对你个人来说，因为你们是亲兄弟，对不对？嗯。有时候会叫我不要太常花钱这样。那你们两个现在关系有变比较好吗？就比较 OK， 比较 OK。其实我们家不擅长就是表面上就关心啊，就是默默的。比如说有时候他，因为我们跟他们六个人住在一起，然后他是住别人家，我都譬如说他住阿本家，我就传简讯给阿本说多谢你照顾我弟。如果他住 Terry 家，我就传简讯给 Terry。是个好哥哥，因为哥哥跟弟弟其实这种他就是关怀的话很难讲。我觉得哥哥好，阿本跟 Terry 也蛮好的。对啊，房子免费借住就对了。这样六毛弟跟皮球，因为他们两个常常很像是斗嘴在吵架，可是都听得出来王子真的对他很好。然后现在出道了以后，王子虽然就比较没空，就变他会来我们家住。就是王子很用心，他像昨天他还传简讯给我说你要好好照顾毛弟，然后有时候他还跟我说他比较不懂事，要多跟他说或什么。我就觉得这个哥哥真的很好，亲兄弟这感情就是这样子。吼，还有住谁家？其实还没给你鬼问你房子吼。没有啊，因为有时候分组我们会同一组啊。一起表演。对啊，然后哥哥都会特别交代我说，叫一定要特别照顾毛弟。对啊，哥哥也是都有在关心你。那我们来把这个礼物啊，来送出来，我们来看看你送哥哥什么好不好？我猜是生发水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头发现在急着想长长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现在头发蛮帅的。我也觉得很帅，可是他自己看不满意啊，是不是？现在变比较好了，之前刚剪的时候有点不习惯。对啊，帅的嘞！好好好，我们来看哦，三二一，礼物时间！哎呦，把那个礼物拿出来给哥哥。什么？是什么？这镜子，然后上面贴着棒棒糖，然后希望他到哪里都可以想着棒棒糖，就是我们棒棒糖先生这样。模范棒棒糖的镜子，哇塞！因为他很注重形象，就是对啦，我们王子最爱照镜子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这一个里面是什么？还有一个模范包，哇哇，随身携带的保养品。你很知道哥哥喜欢白哦，那其实你应该跟哥哥讲，他已经很白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像多多那样的。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来，弟弟把他送给哥哥，两个人要来兄弟的爱的抱抱一下。耶！我觉得就是棒棒糖今天让我坐在这里，就是给我最大的一份礼物，就谢谢制作单位，还有 Andy 哥，还有其他人跟我们一起奋斗，谢谢你们。那对弟弟讲的话，就是我知道你很努力，想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就希望你唱歌跟舞蹈能继续加油，就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这样子。会会。那对哥哥，就也希望他就是大红大紫，发红到全世界这样。真的，好，谢谢毛弟，谢谢我们王子，因为我们棒棒糖最漂亮的，好感人。怎么那么温情？我本来今天想要搞笑的这一集，对啊，我们搞成一个很感人的感觉。虎牙跟小 T 哦，要来给我们送礼物，要给谁呢？来来来，请出列，你们要送礼物给谁？给阿伟。阿伟，请出列。耶，我知道你们两个啊，都是很会跳舞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阿伟跟是不是跟你同时选进来？棒棒的。对，没对。
对不对？然后他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状态之下，进入这六个人的团体，对不对？然后跌破很多人眼镜，对不对？对阿伟，我讲的是事实。但是是他被选进来真的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的舞技真的是没话讲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觉得他舞技怎么样？很厉害，我一直都欣赏他的舞技。真的吼、哦，有向他看齐的感觉。有有。那小 T 你觉得咧？就一开始就觉得阿伟的大风车真的很厉害，可是越看越久啊，就发现他进步很多啊，慢慢的连唱歌啊什么都就是全方位越来越厉害这样。哎呦。我第一次看到阿伟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他是这边现场的工作人员。真的小虾。然后后来，但是后来我就是慢慢认识阿伟，觉得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蛮让人家可以亲近的男孩子，对，很有亲和力。如果是堂主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就会喜欢像阿伟这种男生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就是那种在团体里面的 leader， 你还记得 leader 吗？领导的意思。啊，对，对，就是他会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他不一定是最高或最亮眼，但是他会是最 shine 的那个，他会，而且他笑起来真的很可爱，发出悠悠的光芒。笑一下，我现在笑不出来。好了，那来我们把这个礼物的门打开之后，两位过去把它拿出来，看是什么东西送给我们阿伟，好不好？不会是恐怖箱吧？不会，不会啦，我们都是大明星来整你们，来3、2、1，是什么呢？哇塞！什么东西？哇塞！夸张！对，穿起来，穿起来，穿起来！哇！好棒哦！是我们这个特制的，这也太高了。收作人员好坏。特制的增高拖鞋哦，穿起来，而且还有洞洞可以脚底按摩。你看这边还蛮硬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马上换上。等一下，换上之前，我来看看你这身高。嗯。是这个感觉，好，差不多165公分。先让大家看看这165公分的阿伟穿上特制拖鞋鞋的模样吧。哇，这大概至少也有五公分以上哦。哇！想和阿伟一样体验飞上天的感觉吧？快打免付费电话0800-960-8888，林北一赢就让你飞飞飞飞了。阿伟，我要不给你小鸟依人一下？哇，天哪！不要闹，大风这个我应该穿不出去吧？你大风，我跟你讲，不会啊，远远看很像皮鞋啊，你就穿黑色袜子这样挡挡一挡，好帅，我们阿伟，你看看，哎不是哎，但他只有对，我怎么觉得我这一段好像被欺负？没有好不好？来，其他五个弟弟站到他旁边，这样一字排开的感觉，哇，是不是？这双鞋的价值，朝他们整齐的身高还有友善的眼神，亚洲最棒团体这句 slogan 应该不会被怀疑了吧？看一下长高后的感言，不是，想一下这个加入这个 lollipop 之后，然后受到一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红起来之后，这个人生有什么改变？其实改变还蛮多的，就从以前不会注意的地方，以前我都觉得我自己唱歌很好听，然后直到那一次他，然后我被选进这六人的时候，我就有自己觉得说自己要加强，然后我都会自己一个人，就是在虽然他们不喜欢听，我喜欢在他们旁边一直唱歌，就可能一直给他们带来噪音，这样不好意思，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，对，然后我也是尽量补充自己缺失的地方，然后觉得配合大家，真的吼，谢谢阿伟，謝謝，就穿了这个啦吼，鞋子先那个拎回去，对对对对对，放旁边嘿，对啊，你看这样多好，哎呦，上面的空气。给你一点二氧化碳。是啊，这是你20几年来第一次闻到170公分以上的空气吧？好好珍惜这个比中头彩还难的机会啊！接下来有两位要来送礼物的啦，这两位是谁？哦，阿本跟小马耶！来来来，阿。